较直接的用户，他就直接说说你们就是说不爱国啊之类的。因为我们本身店铺做的呢是都是欧洲那边的海外代购商品，那其实宗旨呢是也是为国人服务的，用户都不喜欢，没人来买商品，留着也没有什么意义。换另一个层面来说，确实它这个本身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，这个方面肯定是对我们来说也有很大的那个感触动的，肯定是不接受这种就是说辱华的行为啊。昨天了解相关情况之后，就马上就安排店铺把所有的商品都紧急下架了。主要还是看整个一个社会上的反应吧，品牌方能积极的处理，有效妥善的那个就是解决矛盾，整个的社会认可了品牌方的那种处理态度、处理意见。就是在出现这个情况之后，就立马下架了。那个关于那个 DMG 啊，然后我们是有一个回复，京东自营，然后还有我们那个海豚、拼多多，还有我们美妆基本上都已经下架了。我们昨天就是得知那个事情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我们就下架了产品。我们目前为止就是核查到的所有关于 DJ 的品牌的产品都已经下架了。这个事情啊，这个特别辱华的事情。